遍你的瞬间，有种不可言说的温柔直觉，在有限的深夜上直觉间触摸你的脸，想形容你的句子，关于你所有心事，一能记得算是那一个生命地址。你好，我是湖南师大附中梅溪湖中学电视台的记者傅小雨。我是记者谢凯翔。很开心今天能够采访到你，作为你的同学也是粉丝，今天我们两个想借此机会采访你几个问题。千玺，你来到学校也快两年了，在这两年中你对学校有什么印象吗？学校就是风景特别好，然后同学还有老师都是人都特别好，都特别照顾我，然后最开始在这个学校里面也是学到了一些东西。虽然你和师生们接触的时间不长，但想必你一定有些话想对他们说吧，那请问你对师生们有什么想说的话吗？对老师就是谢谢老师的教导，然后还有学生，就是我们班同学就之前特别照顾我，然后就是下课之后就是都会特别帮助我。马上还有四五个月就要学考了，然后现在大家的压力应该也都挺大的，你压力也大吧？然后对此你有什么话想要对同学们还有即将高考的师长们说呢？我觉得就是学习的时候认真学，然后玩的时候就开心玩，因为要分开就才会有效率。这一年即将结束了啊，你想想就是再回头看看这一年有些什么遗憾，或者说在明年有什么目标和打算呢？遗憾就是跟家人时间比较少，然后回校园的时间也比较少，然后打算就是希望能有就更多的时间来学习，就希望明年就是通告能少一些。谢谢。我觉得你从当年的一些刚刚踏上这条道路的时候的青涩到现在的越来越成熟，我觉得你真的成长了很多。那么你觉得你的成长和成才之路上对你影响最大的人是谁呢？影响最大的人两个队友吧，然后还有公司的工作人员的帮助，然后还有粉丝。对，那么接下来我们谈谈偶像吧。在我们成长的路上，我们都有些偶像作为心中的标杆，那么请问你的偶像又是谁呢？你最欣赏或者最敬佩他的哪一点呢？其实就是之前就是然后就觉得王力宏哥就特别帅，然后也就是会经常在就是公共场合就是会翻唱他的一些歌，然后也因为就是王力宏哥给我写了那个就你说这首歌，然后就越来越觉得他很帅了。你现在的行程安排会不会还像是之前一样那么紧张？因为知道学考都快来了嘛，然后会不会因为工作所占的时间比重比较大，然后会耽误一些学习，然后就会产生一些担心和紧张呢？因为工作然后落下的学习就特别多，然后所以就希望就是通告能少一些，然后就是能有更多的时间就是来学习，就是如果返回不了校园的话就上家教也是可以的。时间过得真快，就到最后一个问题了。在采访的最后，你有什么想对师妹学子以及你的粉丝说的话吗？就是在学习的时候，然后也不要就是忘记去休息，然后身体照顾好是最重要的。希望燕千玺你能够学艺双馨，越飞越高。谢谢校长。